非常非常的开心，然后也圆了大家的一个，也圆了我自己的一个梦。
非常非常喜欢听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觉得今天啊、我特别的啊、觉得很特别，就是因为杰哥为了你们，然后特别的重新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合唱版本，也这也是我第一次唱这样的一个版本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唯一的，也是最特别的，送给星星的，你们喜欢吗？所以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的好听的歌曲，我会听，好不好？听呀，感谢听呀。